而家咁样，系咪觉得冇咁难为情咧 ？Good girl， 我最中意女人主动噶啦。哇，女上男啊！睇唔出啊 ，Cindy 你原来咁 open 嘅。不如玩尽啲，出去露台打场野战啊！哇，打野战，这个变态佬啊！正啊，爽，冇得顶啊！唉，再咁样听落去都食唔落，迟啲先听。变态。正，冇得顶啊！啊，你只嚣屎真系冇鬼用。我好心揾只 Cindy 翻嚟同你配种，仲坤佢同你打野战，啊你啊奶奶闲唔睬人喺度扮晒 cool， 我自己食斋都食咗好耐啊，你有得食就唔食，嘥晒我一番苦心，我食埋够榴莲翻嚟咧就闹爆你个死仔。Twenty call laughing， set， 啲学员已经 on your field， 可以 radio check。我叫 call sign， 听到嘅言记，阿猫 send， bubble send， 叶少。send， T two， send， 立青，立青应机啊 ，Jody calling Bunny， 而家立青咩位置？佢应该系 E 位 stand by， 呢位会有，冇理佢啦，全部听住，今次集集目标系一间模特儿公司，专登诈骗啲少男少女，我哋帮商聚科索料，唔好太 Q 啊！依家个老板同个秘书出咗去食 lunch， 你趁呢段时间跟阿 Bunny 嘅指示装机，我会同 Madam 喺度帮你睇水噶。全世界，而家老板同秘书买咗饭盒翻嚟，你哋仲有几耐装完机？五分钟到。放弃，两分钟之后切碎。高铁仲喺上边，未攞到地面嘅。阿蒙 ，Bubble， 两个分头跑楼梯，延迟多三分钟，应该够时间装机嘅。Bunny 嗰边得唔得？冇问题，搏得过。OK， 俾多三分钟大家。阿蒙单数 ，Bubble 双数 ，Go。T two 结束，收收停。层层停，咁我攞上先啦。啊！立青仲未见啊？我打过俾佢，冇人听，冇人复电话。冇理佢啦，我哋开始。哇！多谢你。个个老板都同秘书有路噶，因为请亲嗰啲秘书个个都样靓身材正噶嘛。阿 Sir Madam， 我哋咁样偷窥人哋，好似唔系咁好啊。好多时候啲线索就喺呢啲私人对话中出现噶，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掉以轻心。你哋试下将佢哋讲嘅每一句说话记低，研究之后话唔定有发现都未定嘅。喂，点会咁噶？我谂咪 Tito 头先紧张得滞 ，set 得唔系咁好。Sorry sir， sorry madam。咁点算啊？其实我正话咧，你转去 channel 9听下咪得咯。你死咗去边啊？我净系收到 order 话要装机啊嘛，冇话要现身喎。嘘，有翻声，有翻声。喂，好痛啊！静姐，搞乱晒。阿车，个偷听器你几时装？装咗喺边啊？我摆咗落张音乐卡度，再摄咗落信箱。好彩佢哋有攞信啫，今日。你张卡用咩名义啊？求其扮清洁公司做宣传都得啦。咁好快冇嘢听啦。点解？有人报警嘅，告我哋诈骗啊！入正题啦。我俾咗好多钱上咗唔同嘅 course， 都系冇执做。而家唔系冇，系未有啫。佢有证据告我哋自算啦。你答应我噶，我等咗你。哎呀，我张卡啊！再搵一个人扮导演假面试，一嚟可以塞住佢哋把口，二嚟我哋去搵佢哋。搞掂 ，yes， 耶！啊，拉面 Sir， 点解你会知道张音乐卡会俾人掉咗嘅咧？呢啲公司啊，日日都收到咁多呢啲无无谓谓嘅传单，唔掉咗你至奇啦，仲懒醒咁，一时失手啫，唔听到两句啊。咁应该寄啲咩先至唔会俾人抌啊？梗系E级水着女郎啦，仲使问嘅？
你咩咁做？我哋今日實習咁成功咧，諗住打邊爐慶祝啊！你同拉炳常一齊嚟啊！但我約咗人喎。Madam 咁靚女，點會冇人約啊？咪飛咗條仔佢啦，出嚟同大家 happy 下咯。喂，是但啦，法國菜啦，好耐冇食法國菜。哎，法國菜又點及打邊爐咁滾下滾下咁頂癮啫？你就冇滾到咁夜啦，翻去練下小提琴啦。拜拜。Bye madam。喂 ，Coco 姐 ，OK 啦，有冇新女先 ？Cindy 係幾好，不過有冇啲再嫩口啲啊？咩話？有咩新女嚟咗任我揀？好好好，即到。喂阿 Sir， 而家有啲正經嘢做。唔得閒同你班友仔喺度 hea 啦，嚇你食自己啦。哦，係咁。Honey 啊，雪櫃有你中意食嘅法國菜啊。聽講呢只菜咧係由法國新鮮空運入口嘅，應該啱你口味。另外仲煲咗靚湯俾你。叫咗你唔好成日食啲食面噶啦，高辣、高糖、高脂肪、高卡路里，话极都唔听嘅。你啊，嚣到死，好心帮你揾件 Cindy 翻嚟同你配种，你啊唔睬人，依家嗰批新女啊更加拣唔落手啦。人做甲虫，你做甲虫，注定啊孤独终老，斋死你一世啦。乜 Cindy 系甲虫嚟噶？喂，做咩啊？做咩啊？话你两个又走去啊？废材你，食埋啲榴莲翻嚟先再教训。正，我一定啊。原来系食榴莲啊？点解会谂咗去嗰啲噶？冻冰冰好食咩？我啲辛辣面啊唔同咧，热辣辣。呀，要得你啊，搵个屁股得住我。做咩啊？而家话错你咩？你最得食古不化，一成不变噶。人生苦短啊，梗系及时行乐噶啦。哇！食510卡路里啊，食一个啫，最多想踩翻单车。系啦，煎多只蛋，加多两块午餐肉。好過打邊爐食法國菜啦！嗱，你哋咧就愛嚟吊味嘅，唔使食曬。嗯，一啖蛋，一啖午餐肉，哇！啲蛋汁滲曬落啲午餐肉度。正。真系唔到你唔信，食面真系要食到雪雪声先好味。狗仔队有咩料到啊？而家就 like 同 subscribe TVB USA 嘅官方频道，就可以即时收睇更多嘅节目精华片段啦。